everything. I battled my way. Activision 公司日前公布一款新作品《原型兵器二》，是2009年推出并大获好评的《原型兵器》最新续作。这款超火爆的动作游戏，强调超广大的地图等待玩家冒险，而且玩家能以各种超能力残忍地虐杀敌人，充满暴力变态的爽快感。而在二代中，玩家将扮演接受基因改造而具备超能力的主角詹姆斯，奉命前往追杀前代主角，一样也是被基因改造的超能力者。而两个超能力者激烈火拼将会是《原型兵器2》最大卖点，加上有着比一代更华丽的视觉表现，以及更变态残忍的超能力大破坏，《原型兵器2》看起来很爽快哦。